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涯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队长了，大家欢迎啊！王涯是个海员，是个三副，开轮船的，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这支队伍中唯一跟水打过交道的。王涯，你说说。我呢虽说是个海员，跟水打交道，但是跟长江漂流绝对是两回事儿。反正以后就跟大家一起干了。一鸣来。来。王一鸣啊，就是查阅过大量的资料，还亲自到过江源。以后的强化训练由他负责。给大家说说。那我就说两句。今天大家站在这里，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了。我们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抢在美国队之前漂流长江。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征服长江，那是值得我们为此付出一切的。就让我们用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壮举吧。别害怕，杨健，别往下看，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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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ou can increase your powers and balance your spirit. 你们需要的是 to call the 毅力和耐力. You should increase your powers, your heart and your mind. 有修的平衡能力，加上敏锐的判断力. 你们真的可以吗？ Yes. Good. 小苏，建国，不要怕，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中国人的。咱们不会，就要突出学艺，看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来，走。OK， 好样的，好样的。 Hey, did you see me and the Chinese guy up there climbing? Yeah. He was pretty good, wasn't he? Yeah, you're also awesome, dear. Yeah!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要一同去政府的长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壮观与秀美吧。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就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长江。怎么样？来，好。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江。 这个长江呢，是中国的第一长河，一般总长是6300公里，总的流域面积是1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的1/5，是世界第三长河。在开标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对手——世界第三长河流——长江。
那么大家知道第一张河在那里吗？尼罗河是世界第一张河，源于非洲东北部布隆迪高原，如今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扎伊尔、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九个国家，全长6600多公里，预计全长700公里，最终注入地中海，是世界上流行国家最多的国际性河流之一。Good, very good。那么第二张河呢？来自己中国的朋友，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亚马逊河流经的亚马逊平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广的平原，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其长度仅次于尼罗河，为世界第二大河。Very good, very good。长江呢，源于唐古拉山脉，在葛拉丹东的西南侧。江谷滴入的冰川的融水，形成了长江的源头。长江呢，源于唐古拉山，在唐古拉山主峰葛拉丹东的西南侧。江谷滴入冰川的融化的冰水，形成了长江源。从江源到入海口，就是这儿。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河流流入了青藏高原腹地，河宽一共是300到1700米。第二阶段呢，就是进入了四川省的新市镇，到了宜宾附近，进入了临江，和临江交汇以后，形成了第二阶梯。从第二阶段一直到第三阶段之间，切入途经巫山、七岳、黄岭，形成了著名的长江三峡，全长是200公里。长江的中游段长约1000公里，因流经四川盆地，故俗称长江。从宜宾到重庆，海道不曲折，自奉节白帝山到宜昌南京管理段，江水穿过四川与湖北边境山区的大峡谷地带，自始至终有句唐峡、五峡、四岭峡、统称三峡，全长204公里，滩多流急，江水落差甚大。大家看，这是我们最大的关口——虎跳峡，它位于香格里拉和丽水之间交界处的金沙江，高度落差是3900米，它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峡谷。这江水呢，被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所包围，切割成上虎跳、中虎跳和下虎跳，一共有21个险滩。上虎跳呢是最窄的一段，在江心有一处13米高的巨石，叫虎跳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一块丧失了很多人的生命。我给论论肯定要征服它。沃伦先生，虎跳峡峡谷垂直相差3790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江流最窄处仅有30米，峡内礁石林立，险滩有21处，高达10多米的跌坎有7处，瀑布10条。你真的有信心能够征服它吗？你知道什么叫探险吗？那是明知有危险，却主动去探究的自我冒险行为。任何新的探索，总存在一定的危险，不管是出于个人的内在追求，还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或者可靠的目的，这样一种行为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对人来
探究未知世界的原始冲动的精神与发扬，也是人类文明更加发达的内在动力。我不会退缩，也不会畏惧。作为我的队员，也没有一个人会畏惧，因为我们在一起征服过世界的很多河流，长江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而已。一鸣，我在等你呢。等我？嗯，我想请你吃饭。请我吃饭？嗯，我看不必了吧，我不过是说了一句话而已嘛。一句话还而已呢，其实也不是我想请你吃饭，是我们想请你吃饭，还有央金、吉小沙、刘明芳。你看我们四女节都到齐了，你不去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哎，我可没说不去啊。那走吧。好，快走，他们都等着呢。想什么呢？哦，没想什么。对了，王一鸣呢？怎么还没有来？放心吧，慧敏去请啊，王一鸣他准来，错不了。为什么？因为慧敏人漂亮啊，又是上海来的大小姐，能跟王一鸣来这里漂流，什么意思啊？你还不懂？他们在那儿呢，快走吧。哎，看王大哥来了。哎，王大哥，王大哥，到呀，来来。哎呀，还热着呢。四位美女请我吃饭，真是不敢当。一鸣，你看这菜合意吗？可全是为你准备的。哎，这怎么敢当啊？啊！别光顾说话了，快动筷子。哎，好好好，大家都饿了，来，大家一起吃一起。嗯，来，等一下。我们先干一杯。对对对，先喝杯酒。就是不知道一鸣，你能喝酒吗？我今天他能喝，在头头喝也能喝，在这儿更能喝了。央金，你的酒王一鸣准喝。央金啊，慧敏不能喝酒，你就别劝了啊。今天是他请王一鸣喝酒，自己又不喝，这样可不行。来，我们干，我们干。要是谁不喝，就跟我央金过不去。来干。来，慧敏，少喝点啊。干，干呀。这样吧，慧敏，你少喝一点。来，咱们干了。来，王大哥，王大哥，敬你。喝点吧。来来来，敬你，王大哥。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你这是干什么？你耍什么酒疯啊你？哎，杨姐，行了。我发酒疯，我发酒疯，关你屁事儿。杨姐，你这是干什么？没意思，我不喝了。杨金，哎，杨金，哎，杨金，哎，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来，坐坐坐坐坐坐，
咱这样啊，酒不喝了，来，那个慧敏请客，咱们吃菜。慧敏，吃菜啊，小沙吃菜。来来，吃菜吃菜吃菜。黄一鸣，怎么吃饭光带女孩啊？怎么不叫上哥们儿啊？啊！你瞎嘚瑟什么呀？你叫王一鸣吗？人家才是王一鸣。你们胡说些什么？看见杨金没有？没有啊。你没跟他在一块儿啊？那不可能，嘿，不诚实这人。一鸣，组织学习了，你们先去吧，我找杨金去。学习，我们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学习了。小心，怎么喝那么多呢？小心，小心，哎，小心。好一个王一鸣，说好了带我去长漂，啊，你是也去喜欢上那个什么上海大小姐，我杨金不稀罕。你算什么啊？杨金，你喝多了，我是方杰，我是方杰。方杰又是谁啊？开会了，我要喝酒，跟我走。我要喝酒。喝酒有用吗？你叫王一鸣呢？你错怪王一鸣了。我错怪。走。小心台阶。小心台阶。我错怪他。走吧。首先呢，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肯沃伦。肯沃伦呢，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小老板。他的漂流探险公司规模很小，但是他在世界急流漂流界的名气很大，有着非常丰富的漂流经验，是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对手。对。一鸣说的对，我们一定不能轻视这个对手。说到这个探险漂流呢，其实历史上西方冒险家对这个长江和金沙江并不是第一次的探险。有个叫詹姆斯的英国探险家，他就深入到金沙江的最深处进行探险，结果呢，差点把命丢在这儿，基本上是这个位置。金沙江，它是我们祖国的骄傲。他桀骜不驯，但是他的美丽，他的不可征服的品格，恰恰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我们马上和美国人一起要漂流这个金沙江，我想金沙江一定会在看着我们，看看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征服了他。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能输给美国人。因为这是我们的金沙江，对不对？对对对，是我们的金沙江。好，不要上次你回来。诸位，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去信了中国人。拿破仑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国，那是。东方一头沉睡的雄狮，雄狮，你们明白吗？为了我的漂流，我曾经几次前往中国，虽然他们最后同意我的要求，但是我明白，无论是
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老百姓，从心底里不愿意我们美国人在他们的徜徉获得成功。他们不相信我支持善业的行为，他们甚至成立了贵方的漂流队和我抢时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沃伦先生，我想提醒你，我们是中美联合队，我们三个是作为中方代表来到这里的。不错，但这是在我的漂流队，请你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你们是我的漂流队的助理，打起精神来，我不习惯落在中国人的后面，那样的话我们的漂流就失去了意义，你们明白吗？三转训练开始。坚强哥，好像找你们呢。不会出事吧？哎，我猜啊，他们肯定是知道咱们了，知道咱们呀是长漂的好汉。啊，杨林啊，我们什么都没做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长漂呢？管他这么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长漂队的，他也是。啊，走走走走走。请问车长，找咱啥事儿？啊，是你们市政府让我找你们的。让你们回去，不要再长漂了。就这句话？对，就是这句话。下一站你们就下车，回头我找车送你们回去。如果我们不回去，是不是乘警就得把咱押回去？哦，那倒不会，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那就好，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不回去。为什么？我们事情没办完咋回去？好，那祝你们成功。好，好，好，谢谢。下次回来还坐你的车。好，谢谢。
Party! Hey! Come on, people! Oh. It's fresh! Nice! Come in! Except for David. Listening to him. Why? Dead. Except for come David. On. Come here! You're not being. So, what's that, Dong Fang? You guys should make a function, ma. What's in your way, Jack? Woman, are you不能去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再苦再累我们都不能走哦对了那封信我已经寄出去了希望他们能早做打算集合起来吧。好的，全体集合！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快点！收拾，扔，向一口气，眼看，全体队员到齐了。啊，下面请。记者石可欣同志讲一讲美国漂流队的情况，大家欢迎。讲话可不敢当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在美国可沃伦的漂流队里面有我们三个中国人。今天呢，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说，可沃伦的训练强度很大，也很残酷。当然了，他们的漂流设备和训练设备都很专业。在美国的训练让他们变得更强壮，因为在训练的时候，美国人做100个，他们要做120个，他们就是不想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超凡的凝聚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美国人。对，史记者说的对，我们凭什么要战胜美国队？凭的就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凭的就是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同志们，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江原。今天训练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训练之前，我要说两句。我们来长漂没有工资，没有奖金，冒着生命危险，签了生死状，就是为了完成科学考察和探险漂流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战胜美国队。同志们。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漂流队，但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肩上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们不能让祖国和人民失望。为祖国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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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一定要目视前方。杨金，加把力气。哎呀，杨金，你吃奶的力气哪去了？使点劲，目视前方，目视前方。加油啊你！你吃奶的力气上哪儿了？你手势也不对了。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啊，你说什么听不懂，但是你必须给我坐下，必须的。你要走就走得远远的，永远别回漂流队。哎，杨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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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练，接着练，哎，要上场，继续，哥们，接着练，一，二，嗨，一，二，嗨，一，二，目视前方，目视前方，嗨，你的手势又不对了，你要使劲抓住。哎呀，停！停吧！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了啊？这样根本不可能去长漂的。
长江漂流，它长江它不是一只绵羊。那真要出事的时候，要命的就是那一点点的偏差和稍微的反应迟钝，你懂吗？你们？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我太激动了。咱们再来吧，再来，再从来，来来来，继续，来吧来吧来吧，走吧，同学们，准备，咱们注意力集中的好，好吧？啊，首先手势要对，啊，目视前方，好吗？准备开始，杨坚，行吗？一、二。哦、来，一二，开始，目视前方，一二，一二，一二。大伟，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不想去酒吧。是吴龙先生请你们来的。我在国内看过一些电影，美国酒吧都是乌烟瘴气的，除了酒鬼就是不良妇女和毒品。可吴龙肯定先把我们灌醉，明天不让我们出发。你们在商量什么啊？吴龙先生说一定要请你们过来的，明天就走了，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而已。那行，去就去，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去酒吧吗？走。好。长下的云没有悲凉，远上的风依然酣畅，血色的心还要远走，激烈的爱不再彷徨，从前的话你将怎讲，美丽的泪笑着飞扬，握紧的手早已凝固，
飞扬，握紧的手早